友，也是竞争的伙伴，去实现世界第一的梦想。在身旁亲密无间来帮忙，一起去奋斗，一起去成长，不断去击败对手，团结一致不退让，去面对黑暗林间的挑战。战斗吧，暴龙战车变形吧，战斗进化，赢得大赛，去粉碎黑暗。霸王龙，我的伙伴，发射陀螺的力量，一路前行。暴龙团队会战即将举办，为了在大赛夺冠，星期四人让暴龙们进化成一种全新的形态——战陀机器人。但有的选手为了取胜，居然用一种黑暗灵剑来强化暴龙，这些暴龙会因为黑暗灵剑而暴走，到处破坏城市和伤害人类。为了保护城市，维护大赛公平，星期四人决定阻止他们。最终，星期他们能否成功夺冠呢？第四集《森林大冒险》。开始。爸爸爸爸爸爸，嗯。三角龙，你先跳到旁边高处，再从那边跳进圈圈。19秒，刷新了记录，不错。嗯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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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战陀进化，霸王龙火焰冲击。你从哪里得到这个零件？我在森林里捡到的，听说它能增强暴龙性能。增强暴龙性能，这根本就是害暴龙发狂的暴走零件。我们去森林，看能不能找到派零件的人。好。霸王龙。休息两天，你好好看着他，别让他乱动。可是去森林调查灵剑的事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和海月吧。我也去帮忙。不，晚上的森林太危险，你一个女生就别去了。
这种事情还是交给男生。报告老大，零件派完了，我是不是很能干？那我给你一些奖励吧。你看，哇，这么大的箱子，难道是什么宝物？零件。我之前藏了一批零件在森林，既然你这么能干，我奖励你把这一箱零件搬回据点。可箱子这么大，我一个人搬不动呀。放心，我给你找了一位厉害的助手。日出之前把零件搬回据点。那个格兰茨就知道使唤人，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好饿呀。他们是一口气干掉他，霸王龙火焰冲击。可恶，老大，实验又被那小子妨碍了。又是那个叫新奇的小子吧？哼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原来是破坏我计划的小子，正好跟你们算算之前的账。只要进入那块空地，我就立马割断绳子，到时候潘月注意了，晚上的森林很危险，一不小心就会被藤蔓缠住。刚刚只是意外。小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弯弯，我以后注意一点儿。来，吃个苹果。小浩，我们去那边找找。差一点就成功了。小豪和海月怎么还不出来？棒棒！是小豪和海月的声音。是不是小豪和万龙吃剩的苹果心？爸爸爸，快带我去找他们。救命啊，快来人呐。喊吧，喊破喉咙也没人会来救你们。小豪，海月，罗拉，我们在这儿。喂喂，救护三角龙，快救他们下来。又来一个人，真烦。冰冷，
万万，九，九龙，万龙，三九龙，看你了。好，三九龙，乘胜追击。让剑龙动不了。啊，三角龙，快跑到那两条石柱前面！快跳开！趁现在，发射雷光球！罗拉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我观察到路上有吃剩的苹果心，就让三角龙带我过来了。真厉害，我之前还小看你，真对不起。冰龙，小剑龙，你怎么了？又是灵剑惹的祸。我有预感，我们很快就能找到那个四处派灵剑的人。可恶，又失败了。下集预告，新奇收到冰凝的灵剑说明书，原来暴龙战图进化要与暴龙之间的默契更加深厚，但另外让暴龙暴走的灵剑是什么？为了找到灵剑的秘密，新奇他们决定去寻找派发灵剑的马克，把灵剑秘密一探究竟。请看下集，两个零件。